拜登和习近平对话超过四小时，讨论的议题包括芬太尼、恢复军事对话、人工智慧、气候变迁、伊朗和台湾。那么关于台湾的部分，双方是有实质性的意见交换。习近平清楚表达中方持续的疑虑，强调这是美中关系最危险的议题，表示中方希望的是和平统一，但也立刻说可能会使用武力。白宫资深官员说，拜登清楚回应，美国长久以来的政策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。美国相信维持现状，美国也要求中方尊重台湾的选举程序。那么习近平也回应，我们听了很多美国媒体报道说，我们计划在2027或2035年以前采取军事行动，而这些评论也都带着点不满。习近平说他并没有这样的计划，也没有人和他讨论过这个。这是关于台湾的部分。今天在记者会最后呢，拜登原本已经要离开，就有记者问拜登说，在今天和习近平面对面之后，你是否还认为他是独裁者？拜登回应，是的，他是。那么其他的议题呢，最主要的进展就是中方同意在芬太尼问题上采取实质行动。那么另外美中军事对话方面，前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几乎中断的美中军事对话，美方多次向中方表达这是极度危险且不负责任的。那么今天中方同意在政策层级的对话，中国确定新任国防部长人选后会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会谈。另外在实际行动运作层级，资深的指挥官包括美军参谋长、联席会议主席、美军太平洋司令都会和他们的中方对等层级人士对话。在全球议题，拜登表达俄乌战争的疑虑，还有对中东地区下一步，那么表达希望中国对伊朗发挥影响力，避免挑衅或情势升级。和巴厘岛拜习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就是因为疫情没有那么紧张了，所以拜登和习近平坐的距离可以比较近，基本上彼此表情都看得很清楚。白宫资深官员说，习近平在讨论中也清楚表明，他在这个时候当然是希望能够稳定和美国的关系。今天拜登习近平暌违一年再见面，对全球来说最好的是两个人终于坐下来谈，有沟通。那么拜登在记者会上也说，其实他们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事的时候能够打电话给对方，而且有人接听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